于是呢，接下来我们就给张大哥介绍了家住白城做月嫂的任大姐。哎呀，师傅这儿呢，爷。任荣霞53岁，丧偶，从事月嫂及护理工作，月收入8000元，住房面积42平。眼前这位时髦靓丽的人姨呀，从事月嫂工作，正好赶上这段时间没有外出上户，所以呀，听说我们要给她跟张叔介绍认识之后啊，特意从白城赶到了桃南。你好，这是任荣霞，啊，来丈夫进，这是张叔，走，张叔，好了，走吧，丈夫，外边，外边。单位，就这些年就自己打工。